艺术史上最重要的革新人士印象派大师莫内的油画，运用现代科技让名画动起来，生动还原梵谷自述生平。2024年是印象派第一次独立展览150周年，结合经典画作跟现代科技，呈现印象派150周年光影艺术展。印象派画作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们强调光跟影的变化，捕捉光影变化的美感。那用沉浸式体验呢，可以更好的把这样的特色表现出来。印象派大师包括莫内、马奈、雷诺瓦、梵谷、桑塞等大师的名画无人不晓，印象派成为世人最喜爱的艺术流派之一。这次展览可以看到全球著名博物馆授权仿制的原寸名画，搭配影音互动导览系统，还有梦幻绝美的光影进屋，可以让观众近距离的看到啊，这个油画里面的这些纹理之外呢，你还可以伸手去触摸，尤其对视障的朋友，他可以感受到那个温度跟那个厚度。展览总共分为4个展区：黄金印象、花都风情、光影之舞以及四季之歌，将引导观众用第一视角欣赏大师们追光逐影的创作过程，穿越时空体验画家捕捉刹那及永恒的感动。九层画展报道。